想要读取这文件，大家我们之前都已经玩过了，来演示一下啊。这个，哎，你们猜一下读怎么读啊？流对象现在于一般情况下都是成对出现的，注意我说的一般情况，意味什么？有特殊情况，听懂了吧？这个都一样，流里边啊，你可以理解为读写，这叫一对一对的，听懂意思吧？哎，一对一对的，有没有单身？也有，懂意思吧？哎，然后呢，来个叫 reader demo 啊，演示一下读取的。说老师，你凭什么说这个、那名字就是这个呀？猜也猜得出来，是这样吗？前面是功能名，后面后缀是父类名，是这意思吧？哎，不再废话了啊！紧跟着呢，还啰嗦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直接弄嘛，是吧？来，大家，我先给你们读一遍，好吧？不带缓冲的读法啊 ，file reader， 那这是我们之前的读法啊，不要跟我说你不会啊。new 一个 file reader， 关联于文件的8.txt， 紧跟着干嘛呀？创造一个数组。其实像这个，大家这要怎么啊？数是常量啊，来专业点啊，老师懒得写而已。那就我得跟你们说一声 ，int len 等于什么东西呀 ？while 等于什么 ？len 就等于 fr 点 read 来一个 buffer。老师刚才露馅了是的呀，把马上要该讲的写过来了。我这都装数组里边了，我这一个冲动怎么着？把数组打印一下呗，妞一个烂八波零逗号论，是不是意思啊？打印完了以后，咱得下面来一个 fr 点啥？格漏子吗？呦，什么情况？我成 bug 了呢 ？O 啊，必须的啊，这没什么技术含量。哎，明白不？啊。说老师，那咱不得加缓冲区吗？是的，大家注意往上看。现在这代码我就不用了，我重构一下，我单独给它封了一个方法里边去，因为这两个方法，因为这两个代码呢有点差别啊。demo 演示吧，是吧 ？OK， 好了啊，就不再多说了啊。接着往这看，把这个 demo 去掉，我们准备挂上缓冲区组 ，file reader。new 一个 file reader， 关联一个 buffer.txt， 关联完了以后啊，我准备提高读的效率，我就来了谁了呀 ？buffer 的 reader， 这明白不？哎 ，buffer r 等于 new 一个 buffer 的 reader， 注意这思想哈、啊，哎，你说这里边有参数吗？这边是没有啊，这个，对，这和写不一样吧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搞什么东西呀、啊、一天？哎呀，把你们领沟里去，我也挺荣幸的哈。你们发现它里边有没有？我再给你们说一遍，这是缓冲区对吧？缓冲区是不是一定要有被缓冲的对象？对，要不然它没有意义的，懂吗？哎，啥意思？就修一大坝，没有河流，你干嘛修大坝？听懂我意思吧？哎，大坝是缓冲区啊，是不是？可不就是吗？紧跟着大家，这边写谁 ？fr 传进来 ，OK。紧跟着大家来，这个时候我们得看一看了。那 buffer reader 读取流缓冲各个字符，从而实现字符数组。哎，和什么东西？和形的高效读取，是吧？哎，很屌了，是吧？它为什么形的呢？对不对？大家。既然能指到行的这个概念，你知道这是不是文本特有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文本特有的，记住大家写啊，哎，我现在再说一遍啊，写啊，他说的是单个字符不可以写，数组不可以写，字符串我是不是可以写啊？对的。而到了读啊，就是字符我可以读，数组我可以怎么样来个行，
这个是文本特有的一个单位，懂我意思吧？哎，说这吧，我真想一个事儿挺感兴趣的哈。这还不行，知道吧？看不到效果，来，大家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。我这有个叫做 abc.txt 有没有？这里边我们随便写点小东西嘛，对吧？这随便弄点吧，好吧？好了，大家，哟，整太大了是吧？我有几行啊？我几行啊？几行？那挺好的哈。那有的哥们挺逗哈。八行。啊，那这样呢？四行。这样两行，对吧？你不觉得你自己刷的系统都虚吗？听懂了？别丢人了哈。那就得问一问了。哎，老师，你怎么知道这两行？对吧？根据谁来判定？回车符，懂吧？这一行我不管你们写多少，几行？对，还是两行，因为它那是不是自动换行啊？是的，大家，你得根据回车符来判定你这文本到底有几行 O 啊，千万别丢人了啊！这种人要丢的话，我跟你讲，那就只剩嘎巴了啊！不用再废话了，它有个行的概念我们先知道了是吧？接下来大家缓冲区的大小我就不再多说了，跟它一样的。应用对象呢必须要有被缓冲的流，这不用废话了。请看这 close 是关闭释放资源是吧 ？mark 是标记用的，这么一般都不多。这现在有个 read 方法读吧，对吧？这我们都知道了。哎呀，给力啊！人家有一个 read line 方法，这啥意思啊？这个叫读一行，大家文本你可以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读，你也可以读完放数组里边，也可以怎么样，也可以一行一行的读，听明白了吧？相当爽，大家就这方法给你们演示一下，这方法我就不演示行吧，因为这都是以前真演示过的方法了哈。 look 死君，哎，我读一行跑了啥？这肯定读错嘛，对吧？哎，这都知道是吧？ line 一就等于什么呢？ buffer 点 read line， 拿给大家，我读一次啊，来个叫做 line 一，哎，这 over 这个，哎呦，我也很纠结了。buffer 点 close 哈，先运行一次啊，有吗？看着啊，我当当当，我当，就这样的是吧？我这二啊，三啊，这个四啊，这个五啊，对吧？二三四五，我哎呀，走你！一二三的四，是不是在读？对，首先这方法会自己一自动的往下读，一行一行的读，读完以后没了吧？为啥？那可不就这样吗？你没读到字符，没形成串，反过来是不是没有啊？是空。哎，这是 O 吧？啊 ，O 了是吧 ？O 了几个干嘛呀？那你不得优化一下吗？你有多少行？你不知道？那你干嘛写这么多啊？怎么弄？首先第一个，你每次读的行的内容是不一样。那是一个变量，是的，词句 line 就等于空，先初始化一下，再紧跟着，你每次是不是都得调那方法？哎，你是不是读到结尾需要判断什么？记住，别判断负一了，听懂了吧？要判断的是空啊，因为它返回值不一样了。while 当当来一个 line 就等于哎 buffer 点 read line 不等于啥？非常好。然后干嘛？打一个烂就完事了呗，现在明白了吧？来了，要不走一遍，搞定吧？哎，这叫读一行，你觉得是不是比那个方便多？啊？相当的方便，听懂了吧 ？OK， 这是搞定了吧？啊？这个我们就不用再废话了哈，到这儿呢就把这 readline 说完了，简单给大家简单解释两句，什么样的呢？就是说。在我们玩缓冲区的时候啊，字符流缓冲区啊，
对于这个 buffer 的 writer， 它里边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特方法叫什么来着？叫做 new line 啊，这也知道了啊。还有一个 buffer 的 reader， 它里边特方法叫什么来着？对的 ，read line。好吧，好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给你们说说这个方法的原理是怎么回事呢？